站在台上侃侃而谈的侯友宜，大家当然很熟悉。不过在这里，他不是新北市长的身份，而是担任新北社区大学庆祝20周年庆所举办的社大一堂课的讲师，主讲题目《侯 Sir 的第二人生》，要和在场的社大学生分享他的精彩生命故事。那天我跟我们的同仁说，要做好一个小主管，很简单，以身作则，冲锋陷阵，带队以外，你要看到未来的结果。当你下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这个结果好不好，因为你在拼命的时候，我就算我带队在打仗啊，上了战场没有一个人保证可以回来，但是有伤亡谁要负责？我已经先搞个干妈金嘛，我最幸福，我最快乐。为什么？我有三个女儿，都没逃生，啊、哦，完整的啊、哦，一个某无家娶。娶不起，无本事，啊！一个某，家庭幸福，个人做个人的代志，个人做个人的角色，查囡有查囡的角色，某有某的角色，做先生有先生的角色，工作上伫公司有公司的角色，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幸福。侯友宜对社区大学是抱着学习是一辈子的理念。新北市29区在今年9月份开始，区区都有社大的学习点，要让活到老学到老的快乐学习在社区里开花结果，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学习的资源，让多项的课程丰富市民朋友的学习历程。社区大学20周年，新北市的社区大学有5万多的学生，是在我们全国最多办的课程的学校。所以今年20周年生日快乐，同时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来世纪大学终身学习，分享快乐，分享成长。新北社区大学庆祝20周年，除了邀请侯友宜担任社大一堂课的讲师之外，也将这20年来新北各个社区大学的发展故事做成系列回顾。另外还有多项活动邀请民众参与，让社大学习遍地开花，用学习创造第二个不同的人生。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。